当一个运动员，当然就是希望能够为国家拿到最好的成绩。世界锦标赛每三年一次，这个是剑道运动的最高的殿堂。台湾已经有大概三届没有拿到奖牌，希望再一次去拿到前三名的荣耀。这样第一场算是硬仗，匈牙利上届第三名。